朋友咱们也要加油哈，先把它先脱下来。吴轩，吴轩，你会不会就这样子？好的人呢，可以接着说下一个内线哈。内线的部分也是一样，把它也缩长。那皮跟线，请帮我缩成一样长哈。皮跟线，请帮我缩一样长。跟这个一样长就好了。哦哦，是哦。对，谢谢。不然等一下会不好切。哦。快死不过。加油哦，另外一个也要做。跟短裙一样长。加油哦。跟这一样长就可以了。模型。有扫码。扫码。哦，好。两个号码都要记哦，73是880，880就公车了。
压扁，把压扁了吗？可以压得大一点哈，会比较好包哦。好了，最后一个线放在正中间，拿一个线放中间哈，用皮要把线包起来，对，我们用皮直接盖上来，盖上来，每一边哦，把它盖上来。Thank you.
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不然他在哭。坐不住了。
家吗？嘿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，最快就指定让你自己吃了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让您先帮大家送到台上的一个电脑。好的时间呢，您包装的时间大概要30几分钟，接近40分钟。所以等一下呢，在烘烤的同时，我们会去旁边的那一颗大凤梨里面，我们来去做个参观。看一下我们的生产线哈，参观一下。参观完之后，还有我们的点心，可以说是吃品尝哈。方便的时间呢，可以买东西啊，看到完都可以哈。要等我们的说明书，好好包装好这样子哦。好，那你还没有拍照的，给你们拍个照片，等一下哈。为什么都浅的、啊？这个很浅啊！对啊，这太白应该会烤焦，应该会烤焦，对啊。所以这样，现在是东补西凑，对不对？你要把所有在红的地方。啊，是哦。对啊。还有这个板面。对面那边有一排黄油，那个连三分之一都不到，好浅哦，那应该很容易熟，好、哦、可能会烤焦，对啊。这个怎么会这样子？
现在用机器做，以前都是用机器做，就人工头弄这样子，以前都是。
摇来摇去很好玩吗？丢得进去吗？
开心开心，好开心。哦，好开心，超嗨的。好开心，大家一起跳转圈圈。开始，生日快乐，嘿！祝你生日快乐，嘿！祝你生日
定站前面吧。谢谢。这无法特写到哦。哇，太住了，太住了。哈哈，你们哇！还有一个也是说非常丑的，切糕。哇，好开心！开心！今天刚好是我带的。
他有躲呢。母亲节啊，母亲节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没有。哦哦哦。